经第五卷经文第三句看起啊，第一面的经文第三句看起，所谓有解脱门，名严禁一切佛国度，调伏众生，令就近处理。有解脱门，名普以一切如来所修具足功德境界。往下了，总共有十句。这个十句，清凉大师在课题里头啊，写的是别显沙门，一章无尽呐、啊，普贤菩萨的法门是究竟圆满。因此是不思议境界。总贤里面呢，两句跟诸位介绍过了，别贤有十句、这个十句啊代表无尽，代表无量无边。那么这是如来说法的方便。第一句，所谓有解脱门这门放在前面，它不是得一门了，它是门门都得到。没有一门欠缺的，这个法门叫严禁一切佛国土，也是庄严。我们每一天回向啊，都是愿意持功德庄严佛净土。怎么念回向记的时候应当要想想我有什么功德，如果不认真努力修学，哪来的功德呢？用什么去庄严呢？读经有没有功德呢？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滑口而过，有口无心呢，没有功德。怎样念经才有功德呢？古大德教导我们，随文入观随顺经中的文字，就能其如境界，那你读是功，入是德，这是真实功德那么简而言之呢，读是功，解是德，你理解了
解是功，行是德，行是功，正是德，一层比一层殊胜啊。如果我们得了之后不解其意，而且还犹疑不决，这是完全没有功德啊，跟功德毫不相关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有福德。这个是读圣贤书的殊胜处啊！啊，这个福德是什么呢？在你阿赖耶识里头啊，落了一个印象，这是福。所以，圣贤书不可不读啊，要常读啊！啊，当然，读了之后啊，我们要求解其意，行其事，弃其理，哦，那就是功德了。啊，这个功德呢，就能庄严佛净土了。庄严一佛净土，如果你用的是普贤心，啊，普贤心就是平等心。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那就庄严一切诸佛国土了。这个殊胜啊，调伏众生，令就近处理。就近处理的处理十法界，没有处理设法界不究竟，那么这是大意。我们再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这一段呢他也注得很详细啊，因为是普贤行里面别显的第一门，我们特别要留意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沿途调身，庄严国土，调伏众生，为随所化众生取佛陀故，一定要知道观机啊。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啊用大分来说啊，一切众生的根基有三种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大分啊。那再细分呢，上根里面有上上根，有上中根，有上下根，那么这样子就变成九等了啊，都是举大分来说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了解佛度化众生的仪式。啊，教法教仪不一样啊。啊，种种视线不相同啊。一定要随顺众生的根性。示现佛土，
啊，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所示现的呢，凡圣同居土啊，我们是凡人呐。佛菩萨是圣人呐，阿罗汉是圣人呐，我们同在这个地球上住，同在一个地区接受佛陀的教导啊，所以是随所化众生取佛土啊，一切佛土啊，一切佛国土啊。大师跟我们说，树通四土，恒盖法界，恒树相融啊，啊，恒树是一，不是二啊。这个树通四土，不是我们净土宗讲的四土。但是啊，意思也能够贯通。净土宗讲的四土是常寂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净土、方便有余净土、凡圣同居净土，啊，是说这四个名称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四土呢，是讲第一个是讲发性土，啊，发性土啊就是常寂光土，这是体，啊，实在讲。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法体啊，法体的常寂光啊，不思议，不思议境界。那么下面三图都是自性图变现出来的啊，都从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十报庄严图啊，就是此地华严里面所讲的如来自受用土，啊，那么第三讲他受用土，啊，他受用土那就把这个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都包括在其中了。另外还有一种叫变化土，啊，这个是佛度众生方便起见，化现的道场国度啊，华严经上啊说这四种净土。实在讲恒殊相融啊，正是经上所讲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这个四土四即是一，一即是四。从相上讲有这四种差别，从性上讲
一体圆融，这才叫事实真相啊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分别亦非一。已经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分别不是意识啊，凡夫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能够转过来，他的分别是用意识，他的执着是用摩那识，所以叫凡夫啊。华严经是法相唯识宗所依据的六经十一论，六经里面就有华严经，所以华严也是法相唯识主修的一部大经。法相讲的是转舍成智啊，这才能入佛境界啊。大师圆满的转成四智了，入普贤境界。可见法门确实是平等，门门皆通无上道啊！我们的礼敬要圆满，我们的称赞没有遗漏，这个道理总是要懂啊，慢慢的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。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法性土是其他三土的本体，它本来就变虚空法界，本来它就是永恒不变啊，永恒不变是常义啊。自受用土量州法界啊，自受用啊，跟法性没有差别，他受用图跟这个变化图不利前面讲的两图。清凉大师举个比喻，如同身跟影子一样，
隐不离形，形不离隐。形隐互相摄入啊，所以一尘一刹借广大庄严清净，横遍法界，啊，横遍法界是讲十方一切差别的刹土，啊，刹土是大世界，啊，可是事实真相横竖相融。圆融无碍啊，啊，一竖，竖是四土，融魂，魂是法界，所以一尘之中就有十方国土。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的啊，诸佛如来在一毛端上转大法轮，你要明白虚空法界横竖交融，你的疑惑就断了。横竖交融是一体啊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原本一体，这里头没有大小，没有生灭啊，没有疑也没有异，没有来去，这叫不思议境界，普贤菩萨证得的。把这个尺度放宽一点，化身菩萨证得的。啊，怎样才能够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呢？修普贤行，不修普贤行啊，你就是做佛，你也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要修普贤行，才能超越十法界，其如如来不思议境界啊，才能如啊。这个道理很难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常常遇到这个疑惑，不知道横竖相融。啊，所以对于一微尘一毛端里面啊，有十方诸佛刹土怀疑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当然你没有办法想通，为什么呢？不思议嘛。啊，可以思可以议，不是这个境界。那么如果是以横融竖呢？以法界
来容四徒呢？一微尘，一毛端里面具足四徒，常遍十方啊。普贤菩萨无不严净，庄严清净，普贤菩萨在那里做什么啊？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调伏众生，令究竟出离，这是真的究竟，不是假的究竟啊！教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是调伏，但是不究竟啊！六道轮回外头还有四圣法界，再教导你超越四圣法界，就是超越十法界了。是不是究竟呢？好像是究竟了，不是真的究竟。真的究竟要超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那才叫究竟出离。用佛经上常讲的一个说语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法身菩萨，四十一位法身菩萨是正等正觉，四圣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正觉，还不能叫正等啊。这样说起来，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。正觉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，正等正觉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无上正等正觉才叫究竟出离。普贤菩萨帮助一切过度里面的众生呢，是要得究竟出离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对我们来说是高了一点啊，说老实话，在我们今天的境界，我们劝导人最重要的如何不堕三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问题啊，是我们现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。世间灾难重重啊，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啊，这些年来啊，我是1977年初到香港带讲经啊，就在这20多年当中，世间的灾难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1977年那个时候，
我们聚集在一堂学习佛法的同修们，三分之二都不在了，里面有不少出家大德，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的光景，真的是如同昨日啊。香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许多人没有见到，如果修得无功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前途就很可悲呀！能不能来世还得人天的身份呢？那就要看他的无界十善修到什么程度啊。无界十善要修不好，肯定是落在三途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念头，如何不落恶道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千万不能够疏忽，先要把脚跟站稳啊，那就是立足于敬业三福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堕落的基地。我们先要踏上这个基地，这个基地的根本是孝亲尊师，佛是我们的老师啊。孝亲尊师都要落实在信受奉行啊，佛陀的教诲我们不能够信受奉行，对老师来讲大不敬啊，对父母来讲大不孝啊，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？我们总算是非常幸运，生在这个乱世，还遇到真善知识啊，使我们对这个大道理稍稍明了啊。能不能救自己呢？那就看你对于圣贤教诲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奉行了。清凉大师在这部大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信受奉行信皆行证
四大课，也就是这个华严经分成这四个大段落。华严如是，一切经教无不如是啊！从经文一开端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佛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信解行证的意思都包括在里面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能够体会，经不能不读，行不能不修。行是行为，错误的行为不能不修正呐！标准就是经典里面的教训啊，正是善导大师劝导我们的。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去做啊，去落实。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是好的。啊，都要遵守经中的教诲。绝对不会说哪一部经自己赞叹自己，贬低别人，不可能啊！纵然佛有说这些话，那是佛的善巧方便，你要懂得佛的真实意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全十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把全十要分开了，你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！啊，全是佛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方便的教导啊，但是全依于十啊。全不立时啊！就跟此地清凉大师所讲的，法信徒是时啊，其他三徒是全的，全时是一，绝对不是二。那么在净土里面加四土，一佛如是，常寂光土是实啊。十包自受用，方便土他受用。其实十包里面有自受用的十包土，有他受用的十包土。那么方便图跟凡圣同居图是他受用的变化图，阿弥陀佛也在其中啊，阿弥陀佛在其中呢，那就是变化图。所以净宗所讲的四图跟华严呢，也是无二无别啊。
古德有云呐、啊，极乐是华藏的中心呐、啊，是华藏的精华了，是华藏最精彩的一部分。所以普贤菩萨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，我们要能体会。我们今天能够选择净宗，无比的幸运啊！我们让大方光佛华严经帮助我们理解净宗，深入净宗经典的意趣啊。金刚般若里头讲的深解意趣啊，我们读华严才能深解无量寿经的意趣啊，观无量寿佛经的意趣啊，阿弥陀经的意趣。你要不读华严，深解就太难太难了啊！读了华严才知道这个净土经论的奥妙啊，啊，深奥玄妙啊，你才真的能体会到啊。可是要想真正契入境界，一定要依教修行啊，没有行的功夫，你所解的都是有限。一行来印证你所解的，戒行是一不是二啊，信戒行证四分呢，是一二四四而已，圆融的，不可分割的。讲解介绍方便说，实际上是一就不思议境界了。所以大师在前面教导我们了，差别相当中立分别执着，你就能入不思议境界了。差别法相当中你还要生分别心，你入不了啊，你是凡夫境界，你是六道轮回的境界，如果再加上严重的执着，那你是三恶道的境界。啊，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诸佛菩萨啊，诸佛如来啊，化身菩萨，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？就是调伏众生，令就近处理。这八个字叫佛事。化身菩萨是分证即佛，虽不是究竟，是分证。天台大师六集里面讲的，
他们的事业就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叫佛事啊。如来家业啊，我们今天学佛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要担负起如来家业啊，这就晓得了如来家业是什么啊，弘护正法。弘护的是什么？首先呢，要调伏自己，要帮助自己就近处理啊。但是杜华严这明了了，自他不二啊，要帮助自己就近处理，先要帮助别人啊。用什么方法帮助别人呢？严禁过度，严是向上啊，禁是心上。这真正庄严的啊，我再说的明白一点，说的浅显一点，言是外表，我们今天讲的形象啊，我们不能做一切众生呢不好的形象，那就错了。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纠正众生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说法、错误的做法，这就是标准之所在。啊，我们举个例子说，众生不懂礼貌，我们做出礼貌给他看，这就是标准。众生不知道孝顺父母，我们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给他看，这叫庄严啊。真正在庄严佛国土啊，大家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啊！庄严佛一定是买起香花水果，把佛堂布置的富丽堂皇，那你就是错解如来真实意啊！你误解如来真实意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庄严每一个地区那个庄严的方式不一样，形象不一样，每一个时代庄严形象也不一样啊。要晓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时代，生活在什么样环境里面，我们怎样调伏众生令究竟脱离啊。虽然我们究竟达不到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呢，总是究竟脱离这个方向没错这就对了啊。比如走路一样，多拐几个弯没关系，
方向没错。多走一点愿望路也无所谓，肯定能到达目的地嘛。佛教化众生，应机说法，众生什么病，我们就示现什么个样子，这个样子就是药啊，对症下药啊，药到病除。如果我们是图自己的方便，不肯做出一个好样子，因为做出好样子，自己好像啊受很多的拘束啊，自己觉得不方便呢、那我们要问了，你这次到世间来了，你是为自己来的，是为众生来的？这个问号不能没有。为众生来的，你是学佛；为自己来的，你是来受果报的。那就不必说了，你造业受报嘛。这个里面有一桩事情，我们不能不懂。什么事情呢？你既然皈依三宝了，你既然发心出家了，你穿上这个衣服，这一身打扮，你还要为自己，你就有罪。什么罪呢？窃盗如来的形象，这个最严重了。窃盗如来形象而做的是为非作歹，破坏佛教形象，这个最严重了啊。这个罪是阿鼻地狱啊。凡夫承担不起，堕阿鼻地狱是亿万劫。你什么时候能超生呢？这是能开玩笑的吗？在家学佛，在家学佛的形象；出家学佛，出家学佛的形象。一个念头错了，正是古人所讲的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这一个念头决定你是做佛还是下三途地狱。我们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谨慎。所以既然出家穿上这个服装了，记住你的事业就是庄严净土，调伏众生，令就近处理。我们到世间来干这一行的嘛。来的时候那不管什么因缘来的，总而言之来到这个世间的，我们选择了这一行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行业干好啊！对得起这一行啊，对得起释迦牟尼佛，对得起阿弥陀佛，对得起一切佛国土里面的
导师世尊呐、啊，能发这样的心，能舍弃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刚刚学的时候是有一点难过不自然，但是学久了就正常了啊！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形式形象不正常的啊，正常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过的生活正常生活恒顺众生回归法性啊，这是正常的。在这个世间自在随缘，一尘不染啊，我们才能够承担如来家业啊，把这段事情发扬光大，利益众生啊，祝福弘化了，我们就对了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就错了。弘护都在我们这一生，都在我们这一念。现在时间到了。